这十二十四的扳手，十二十七的，对，十二十七的扳手，十四十七，十四十七，十四跟十七的扳手是吧？嗯，十四十七。装车头，这是多大？十二十四，十二十四的扳手。就装这里就行，车头装完，打开尾箱，拿出后有后视镜，有前力瓦，这是前力瓦，扳手，嗯。十号扳手，拉丝不服，要不要不要两个，四点二十一升，四点二，谁固定？六十五十二吧，六十五。要开口扳手，这是十的。开口扳手多大？十号开口扳手。十号的开口扳手。
出来。打开座头，我们拿出面板，前面板。连接好线，这个线我拍个图先。这都是配好的，两颗螺丝。没电了，比大小。嗯，不是，后视镜也在做重铝。然后一样，先卸掉螺丝。下去了，你三口的，好，
个时候我在这里上面顶浆嘛，顶住，顶住它就在这边，对对。嗯，这不好受力。上面加速，尾箱锁和钥匙是放一起的，从钥匙上拆下来。打开座筒，从座筒里拿出脚踏皮，铺在脚踏板上。好，完成，组装完成。